阿公，为什么要叫用酒干妈嗲？那阿公，哎，为什么不叫用食呢？啊？这个片段它主要是在讲说爸爸妈妈他们出了一场车祸，过世之后，志农怎么来面对这个过程？对，然后阿公怎么样想办法让志农从这个伤痛里面恢复过来？阿公来讲，他临时接到这个任务，在孙子面前是很坚强的，因为他也在倒下，就没有人可以来照顾俊龙。俊龙这个时候，他就每天就躲在床上，他是不上课的，他一直在思考爸爸妈妈的死是不是因为他而造成的，那个状态是一直在分离自己的。今天是干妈讲一日游，你阿公特别同意我们来参观你家哦，快下来当小老师，快点。老师带着同学过来的时候，俊龙一开始他太久没有去面对同学了，还是有点害怕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。那阿公跟老师是有慢慢的去引导他，先从小小的东西去建立他的自信。巧克力其实是阿公在镇上买的，一次要买一箱。买一箱哦，那你怎么卖？2元。那你可以分给大家吃吗？好，哇，谢谢。我自己会喜欢这一场，也是会觉得那一场其实是一个干妈点的精神吧。